iPhone 14 Pro 去刘海改长条打孔屏，高清图曝光，在很多人看来 iPhone 13的香度必然是不够的，因此大家对于明年的 iPhone 14倍感期待。近期有海外机构按照传闻制作了 iPhone 14 Pro 的概念渲染图，其中显示该机将车的抹除刘海区域改成了打孔屏设计，屏占比达到史上最高，据此前报道。至于其他方面，则依然会延续 iPhone 13 Pro 系列的设计，采用直角边框方案，不过后摄部分的整体凸起消失了，但似乎看起来还不如现在的方案更加协调美观。